你看，哇，这是谁做的？做的。你看，哇，老师做的，哇，好美哦。这我自己配的。哇，这烧的好棒，真的很漂亮，你看。哇，就这个哈，这个叫做有留釉，对，又满釉，又有松花。这一点点是结晶釉，它在放大镜下看是一个松花的感觉。那这尊达摩是李高老师他千年之作，但是做得漂亮三分之一，摇绳要坚固，摇绳给他三分之二的加值，一定要的啊！在那么高的作品在窑里面，这个是叫地震窑。这一次碰到四个地震，经过四个地震，对，不容易。李高，你跟真的很美，副局长，来看这边哦。局长看这边，一二三，我们这一次的窑全看这一只啦，这一只成功，窑就成功。二美，美，太美了。哦，真的。哦，谢谢。最后面的，对，达摩幻化无穷。没关系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贵宾来宾们，好来，好，移驾到我们上面。